啊，这里是银滩的啊大花瓶，佛东海大花瓶。啊，今天呢，咱们来到这个新凯湖路啊。前两天啊，来这个银河海景御花园呢，来拍网友给我提供的一个信息啊，说他们小区有一个家呢，这个花园搞得特别好。结果来了以后呢，拍了一家呢，发出去以后呢，他给我留言说不是啊。告诉我具体楼号。今天呢，正好路过啊，再拍一次，找找他给我说的这个房子到底好在哪里。这是银河海景御花园的西门啊，也就是他走车的门啊。咱们先进来，说是35号楼。这门口这边都是中介啊，都是地产中介。那边是22号楼，转一下吧。这是它的中央的这个景观带。我现在走到他小区的最东面了啊，东面的边上，再看看啊，天津的车，江苏的车，天津的车，24号楼，31号楼，看了很近了啊，31号楼。那么35号楼应该在这附近吧？不行啊，车就停在这儿了。这小区啊，中间部位这个公共区啊，挺宽敞的，儿童游乐、体育器械，哎，这家的一个弄的个木栅栏也挺好看啊，这家院子种了一些菜和花儿，再看看吧。啊，这边是到35号楼了，他给我说的应该就是这里了，是哪家呢？这个花门，看小区里的水系里啊，还有鱼呢，还有小黑鱼、小鲫鱼吧。小区还真不错，这排房子特别好。这家，哎呀，这家养花养的很多呀。哎呦，你好，这都是你们家的养的花啊。哦，对呀，听声音听出来了。我跟一个网友说啊，说是35号楼是不是你家呀？你朋友说的啊？哦，那我上你家院子里参观一下吗？啊，好。我们家的小狗叫什么？主人给我开开门了。正在看我的片子呢，是吧？啊，你家弄得挺漂亮，你家养的花很多是吧？看，这都是什么？都是那个绣球是吧？快开花了，这个是月季，已经开了。这是你家也养的，这是什么花儿？都是？那是玛格丽特和天竺葵。哦，玛格丽特，我们家就养了几束吧，养到地下了。玛格丽特、天竺葵，还有矮牵牛。哦，这个是玛格丽特是吧？玛格丽特很漂亮，你家是搞的白色的，很别致啊，没有这样搞的。上面这个棚子花了多少钱啊？这个？1万多吧。一万多啊、嗯？那也行啊，这么大的个棚子，可以防雨了。你老家是江苏的吗？新疆。新疆的。嗯，
乌鲁木齐的，真的。哦，你乌鲁木齐这么大老远跑到银滩来买房子了，哪一年在这买的房子？去年。哦，去年买的房子。哦，那去你这房子多大面积呢？84吧。84，院子这么大，花了多少钱？84万。35万。35万买个84平米的，那真还不错。自己回来以后又装修了一下，装修花了多少钱？我也搞不清楚，他们装修的。你们孩子装修的啊？你看弄的这个，当时买的时候没这些东西，都是你们自己重新弄的，包括那个水池子，全部都是。哦，包括是不是都换了一下，断桥里门窗啊？啊，都换了。哦，不叫了，孩子啊，他见圣人来了以后。这个叫什么花？这个果子倒挂金钟吗？对。哦，这是我小的时候有印象。你家养花养真不少，这都是玛格丽特吧？这些。哦，这种花好看，千姿百态啊，各种色彩。这个叫什么花啊？这个那个梵根。什么？梵根。哦，这个是牡丹吗？不是，那是那个月季，我的阳台。哦，有名字的。对。中间是桂树是吧？对。哦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这你们这是买到了啊？这个买这个位置挺好，前面是咱们小区的景观带。嗯。啊，你们小区好是吧？房子质量怎么样？啊，挺好的。是不是？潮不潮啊？哦，是有架空层，哦，不潮湿，这个正好，这个邻居也没有人是吧？你们就帮他种种地，对，还种点什么蔬菜，小葱啊，看看。你种的是花，把他院子利用一下。对，他们每年到时候来时候直接吃菜就行了。吃菜就行了，你帮他种的。乌鲁木齐有个红山是吧？对，乌鲁木齐我曾经去过。乌鲁木齐好地方啊，怎么你们以后就不回乌鲁木齐了吗？我会，但是在这边常住。在这常住了。这地方主要吸引你们的地方是什么呢？空气好。比乌鲁木齐好。啊，湿润嘛。湿润。还有呢，物价和乌鲁木齐比起来怎么样？便宜。比乌鲁木齐也便宜啊。哦。过来，真是哦，你修这个架子得花多少钱呀、啊？这个栏杆5000，哦，架子18000，哦，架子哦18000，你爸说是10000多，这10000多那个没个数了，他不知道是吧？这将近20000呢，哦，这归个栏杆就这么简单一点就5000，啊，铝合金的哦，颜色挺好看的，白色的，干净。对对对，挺好，挺别致的。我晚上家里还有彩灯吗？看这里，挂两盏，没挂点那个整个那一围着一圈转那个彩灯，也有啊。这棵树上这些全是灯。啊，树上全是灯。哦，对，那棵树上，哎、那是什么树啊？啊，无花果啊。哦，真是采树了啊！不知道的还以为结果了呢。这些花都是你们现来现买的吗？哦，有去年种的，这个都是那个叫百合，这个是百合，这个也是百合吧？这两个，哦，光这是百合，这两个，我是花盲，那是什么呢？这两个是一种草花，也不知道叫那种一种紫色的，反正哦，不知道名字。等这些花开了才爬满架子才。爬满架子漂亮哦，对，那你就等吧，很快会爬满架子的。你这刚经营了一年啊，我们小区好看的多的，有好多这个那一排那家也挺漂亮的是吧？对对，都挺漂亮的。你们小区真可以，过去没大注意你们小区，没有纳入视野。应该多来看看，春天的时候特别漂亮。哦，春天啊、哦。啊，那时候你们小区花，我们小区的花真是太多了。是不是啊？哦，您那个冬天在这住的？冬天在这住的。你们家怎么取暖？我们烧的壁挂炉。也是壁挂炉、嗯、哦。屋子温度怎么样？挺好
我们就控制在21度嘛。花了多少钱那个取暖？取暖平均一个月加上生活900块钱。900块钱，4936。3-4千块钱是吧？4000来块钱啊。那还行。感觉你们为啥烧那么少？我看你报的你们家好像没烧那么多。我们家3000吧。你们家好像还特别热。我们家热，我们家烧到23度到25度之间。那你们家咋烧的呀？我们也是换了这个窗子、啊，然后我们家其中有一个房子没烧，有一个小卧室北面的没人住就没烧。哦。对。看这小狗，从新疆带过来的。对。乌鲁木齐的小狗，哎呀，它能闻见我身上有狗味儿、哎。别叫，挺好。你家有多少种花呀、啊？没数过啊。哎，这是不是铁线莲啊？这个，哦，长得挺大的。对，等铁线莲全部爬满架子，开起来就好看了。还没开花。没有，你还开花。我们家的都开了。我们这些开败了。开花很漂亮，这个铁线莲。哎，这样的铁线莲。对哦，你这是啊、哦嗯？是买的。买的、啊、网上买的贵不贵？有大苗有小苗，小苗就便宜，大苗就贵。大的多少钱？大的要40-50块。四五十块。啊、小苗就10块钱。10块钱啊、哦嗯。哦，你这是开始新疆出生的是吧？对。新疆，我新疆话还没学会，要不给你说两句新疆话了。我也不会说。你也不会说，你祖籍哪地方的？哎，我就新疆出生的。不，你父母亲是哪地方祖籍？四川的。四川的呀，我四川话会说。会说两句四川话啊。行，在你家参观了一下，这也是铁线莲啊，人家铁线莲挺多的，对，挺好的，这是花园的小家庭啊，田园小家庭，好嘞。